优富底 CRM 会员系统，商家可通过后台的营销活动自定义会员系统，像是会员卡名称、等级升级设置、会员特权等等的设置，甚至是自行上载会员卡图片设计。商家也可创建多张会员卡，没有限制卡数量及会员数量，十分自定化。另外，商家也能通过会员充值优惠方式吸引顾客加入会员，像是创建充100送20的方式。为了锁住顾客再次消费，商家也可通过会员系统创建优惠券让顾客领取。同样的，商家可以在这里自定义优惠券的所有福利及限制，像是优惠券的使用方式、使用限制及有效期限，还有其发放的管道等等。另外，所有的会员资料和记录也可在后台查看，商家从而能够针对会员进行更多的营销活动，提高顾客的消费率。顾客申请会员有三种方式：第一，通过下载优富底 APP 进入商家店铺首页，即可进行申请成为会员；第二，商家只需发送自家链接给顾客，通过链接顾客即可进行申请会员；第三，店员可向顾客索取资料，通过收银系统帮顾客进行申请会员，同时店员也可通过这里查询会员的资料。优富底会员系统是一个智慧型会员系统，顾客无需收集实体会员卡在皮包里，只需通过店家申请，使用手机号码即可查到会员资料，无需担心实卡遗失的情况。商家也可省去大量印制实卡或优惠券的成本开销。另外，针对连锁分行，商家也能有效管理各分行的会员，可选择关联与否，仅在一键操作。优富底智慧餐饮综合服务平台。